35岁的梁先生，在医院旁开了一家小店，生意做得不错，小两口生活过得也是有滋有味。遗憾的是八月底的一次检查，打破了原有的宁静。八月中的时候，夫妻二人均出现了经常反酸、腹泻的症状，整个人的面色看起来都不好，于是去医院做了检查。新鲜蔬菜腌制后，会含有较多的亚硝酸盐，会在胃里产生强烈致癌亚硝胺，偶尔吃一次，对胃的伤害不大，但是每天常吃，胃就容易发生病变。养胃做好三件事，胃会感谢你的。一，常食养胃补脾。二，早睡早起。晚睡不仅会使第二天情绪低落，影响工作和学习，还会削弱胃的自我修复能力，给幽门螺旋杆菌提供机会。